세상에 목소리 그 부정하게 커버린 거짓거리여 사이렌 걸음걸이 옷차림 이어폰 넘어 플레이리스트 음악 这么多吊带总结出来三招，教我们大码女生也可以选出好看的吊带类型。有很多姐妹觉得我们胳膊粗，有副乳，胸又比较大，就不适合穿吊带。咱们 no， 看完这一篇呢，我们大码女生也可以美美的穿吊带。脖子短圆领的姐妹一定要保证脖子和锁骨这一块的露肤度，不能穿欧美风圆领的功夫背心，会更显壮，更显脸胖。可以选择细肩带加 V 领的设计，可以转移视线中心，视觉拉长我们的脖颈线条。肚子大的苹果型身材姐妹不要选择短款的吊带，选择前面有一层夹层的，比如说这种三角肩的吊带可以遮我们的肚子。胸大的姐妹拒绝一片式的宽松抹胸，侧面看着巨壮无比，嘿，下面没有松紧也不安全，可以选择修身有弹力的吊带会更加显瘦哦。不过这一切的前提都要建立在我们是否喜欢的基础上哦。最后希望姐妹们都能美美的过夏天。那些只有微胖身材才能穿出味的衣服。小红书。135斤的切土豆。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。土豆土豆丝，土豆土豆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，土豆丁。小红书。
can do it.